变作你啊，新人伊到遐规拢扫出来是变作会起价。油兄刘立义肆虐中南部，农田、住家与学校无一幸免。有喷刀的这边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窒息而死。这一窝被消灭了以后，他又从别的窝回来。已在台湾百年的刘立义，族群扩张后会如何影响生态？开发的手实在太多了，可他后面冲击是更大。十二月九号星期一晚间10点，公视我们的岛，失控的刘立义。